3600多天，120个月，10年。为什么要戎装在身？因为肩上担着神圣的责任。为什么要迈过崇山峻岭，守望星辰大海？因为要守山河无恙，护国泰民安。钻密林，走大漠，寻荒原，战雪域，腾云霄，踏巨浪。在旗帜下宣誓，在战位上冲锋，枕戈待旦，所向披靡，使命必达，不惧风雨。这10年，正本清源，铁血忠诚。这10年，转型重塑，连战连训。这10年，不畏强敌，雷霆出击。强军10年，奋斗100年，是那镌刻在心底的使命。强军号角吹响，每一刻每一天，严阵以待，听令而战。做守护祖国和人民坚不可摧的防线。